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传奇女性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逆境中的花朵——海伦·凯勒的早年挑战；二、光明的使者——凯勒的教育与慈善事业；三、无障碍世界的先驱——海伦·凯勒的持久影响。那么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逆境中的花朵——海伦·凯勒的早年挑战。好的。 让我们来聊聊这位历史上的奇迹女士海伦凯勒 （Helen Keller）。她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励志大片，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小小的花朵，生长在一片黑暗和寂静的土壤中，这就是海伦凯勒的世界。她在十九个月大时，因为一场疾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，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但对于一个刚刚开始探索世界的小孩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高山。但是， 海伦并没有被这座山压垮，他的早年生活就像是一场与自我和环境的搏斗。想象一下，你想要表达自己，但是没有办法说话，听不见别人的声音，看不见周围的世界，这种挫败感可能会让很多人放弃，但海伦却没有。这里要介绍一位关键人物，就像是电影里那位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英雄——安妮·沙利文 （Anne Sullivan）。他成为了海伦的老师，也是他通往外界的桥梁。 安妮用了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法来教海伦，她将单词的字母拼写在海伦的手掌上。这种方法就像是打开了一个秘密的宝藏，海伦开始了解这个世界，他的心灵之花开始在逆境中绽放。最著名的故事是海伦第一次理解水这个概念的时刻。安妮在海伦的一只手上拼写“水”这个词，同时让水流过他的另一只手。这一刻，海伦的世界瞬间变得有了意义。 他开始意识到每个物体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名字。从那以后，海伦的学习之路就像是开了挂一样。他不仅学会了阅读、写作和说话，还成为了一名作家、活动家和演讲家。他用自己的生活证明了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，只要有决心和正确的指导，任何人都能找到光明。海伦·凯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逆境不是用来让我们退缩的，而是用来展示我们内在力量的舞台。 他就像是那个在岩石缝隙中顽强生长的小花，不仅生长了出来，还开出了美丽的花朵。他的生活是对“不可能”这个词最好的反驳，也是对所有人的启示：不要低估一个有决心的人的力量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光明的使者凯勒的教育与慈善事业。当然，很高兴为您揭开海伦·凯勒这位光明的使者的非凡生活故事。海伦·凯勒，一个名字。 一个传奇，一个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故事。而且他不仅找到了光明，还决定成为一盏灯，照亮他人的道路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的世界突然失去了色彩、声音和形状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生活方式。但对于海伦·凯勒来说，这是他一岁半时就开始的现实。由于一场疾病，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。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人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他的教育。海伦的教育故事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励志大片，主角是一个坚强的小女孩和她的超级英雄老师安妮·沙利文。安妮是那种即使在最黑暗的房间里也能找到开关的人。她用无限的耐心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，教会了海伦用手指拼写字母，最终打开了海伦沟通的大门。这个场景在电影《奇迹女孩》中被永恒的记录下来。 当海伦在水泵旁意识到“水”这个词的含义时，她的世界从此改变。海伦·凯勒不仅学会了阅读和写作，还学会了说话。这对于一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人来说，简直就像是学会了在没有翅膀的情况下飞翔。她不仅毕业于著名的拉德克利夫学院，还成为了一名作家、演讲家和慈善家。她的书籍和演讲激励了无数人，她的生活证明了人类精神的力量。海伦。 凯勒的慈善事业也同样令人钦佩，他成为了美国盲人基金会的一名活跃成员，并且为残疾人权利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的工作不仅限于美国，他还周游世界，为残疾人争取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。可以说，他是残疾人权利的全球大使。海伦·凯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，也有可能找到光明。他用自己的生活证明了，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只要有决心和正确的支持。 任何人都能够超越自己的局限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。他不仅是光明的使者，也是希望的化身，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灵魂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无障碍世界的先驱海伦·凯勒的持久影响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位无障碍世界的摇滚明星海伦·凯勒 （Helen Keller）。他不仅是一位无障碍权利的先驱，而且他的故事比好莱坞的剧本还要精彩。 首先，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：一个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小女孩，生活在一个充满障碍的世界里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个故事的结局不会太乐观。但是，海伦·凯勒打破了所有的预期。她不仅学会了与世界沟通，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演讲者、作家和政治活动家。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超级英雄起源故事。海伦·凯勒在十九世纪末出生，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有残疾， 社会基本上就是给你贴上了无能为力的标签，但是海伦和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 Anne Sullivan 组成了一个超强搭档，就像蝙蝠侠和罗宾一起战胜了种种困难。安妮教会了海伦用手语，而海伦则用他的智慧和坚韧不拔向世界展示了残疾人士的潜力。海伦凯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沟通不仅仅是说话和听力的游戏。他用手指在安妮的手掌上拼写字母。 这样的场景比任何现代键盘快捷键都要酷炫。他不仅学会了多种语言，还从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，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文学士学位的聋盲人士。这个成就就像是在说：“哦，你以为我做不到？看着我炫耀一下吧。”海伦·凯勒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成就。他成为了残疾人权利的倡导者，为无障碍环境和平等机会而战。他的努力帮助推动了无障碍法律的制定。 比如美国的残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，这部法律就像是残疾人士的复仇者联盟宣言，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无障碍的世界。海伦·凯勒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、创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故事。她用自己的生活证明了，无论面对多大的障碍，人类的精神和智慧都能找到克服他们的方法。他不仅是无障碍世界的先驱，也是所有人在逆境中寻找希望的灯塔。所以。 下次当你遇到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时，想想海伦·凯勒，想想那个小女孩如何用她的手指在世界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。如果她能做到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借口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海伦·凯勒，一个真正的摇滚明星，她的音乐是她的行动，而她的歌词是她的勇气和决心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们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海伦。 凯乐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。他的勇气、决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效仿的。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逆境不是用来让我们退缩的，而是用来让我们展示内在力量的舞台。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，相信自己，坚持下去，你也可以像海伦一样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。好了，现在是你们的时间了，我很期待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。 请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一起讨论海伦·凯勒的故事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。记得点赞和分享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历史上的奇迹女士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